这个祖国的地方戏曲那是丰富多彩，对，所以地方戏咱们听起来都是非常亲切，工农兵都爱听啊。可是那个叛徒江青他可不爱听，他不爱听。他说地方戏土里土气，胡说八道啊。所以，他这地方戏就得有地方的乡土音呢。为什么他叫地方戏呢？就是他腻歪，不爱听，还有连民歌他也不爱听。嚯，那么他爱听什么？他专门，干脆这么说吧，凡是具有地方色彩和民族特点的，他就不爱。那他爱什么？就爱洋的。哦，他爱研究国外的东西。什么国外的东西？他这个人不学无术，什么都不懂，他还研究啊。反正就是凡是外国人的东西在他眼里看着都是好的，崇洋媚外。所以说他无论干什么都得带个洋字儿才行。是吗？你像他待的这地方吧，这块地儿就不能叫土地，那得叫什么？得叫洋灰地。那不是水泥吗？不，水泥不行，没有洋字儿啊。哦，带洋字。他那个环境吃的喝的使的用的都得有个洋字儿。是吗？像住洋楼睡洋床坐洋车穿洋服吃洋肉。洋肉干嘛？洋肉啊，洋字儿嘛。哦，就我有这字儿。听歌也得听洋歌。那人家要唱民歌呢？民歌不行，他不听，堵耳朵。那人要唱地方戏呢？唱地方戏他站起来就走。站起来一跑，这是什么味儿啊？哎呀，土里土气的刺耳，撒腿就往外跑啊。跑着跑着到门口，咣一下子撞门框上了。撞上了。把脑袋撞起一大包来。他手扶着门框啊，急了。没有，倒乐了。乐了。哎呀，这个门框怎么这么硬？哎呀，这大概可能许是洋木头。还崇洋呢。所以嘛，非得带个洋字儿。因此说对于地方戏啊，被他是长期以来是压制扼杀，一举粉碎了四人帮，革命文艺得解放，多好。祖国的地方戏曲在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伟大方针指引下又蓬勃地发展起来。是啊，所以地方戏有这么个特点。什么特点？哪儿的地方戏就有哪儿的地方味儿。为什么它叫地方戏呢？是吧？你拿这个天津的快板儿啊，无论你是哪儿的人，你只要唱天津快板怎么样？非得是按着天津的地方味儿。为什么它叫天津快板呢？人家一唱的时候啊，说天津快板是就得天津味儿，又好像说闲话还像讲故事，要是没有天津味儿，你听着可不根儿。对，天津味儿，还有时调啊，时调可有很大改革。现在有很大的提高啊。时调特别是在里边这个字啊，没有我们天津这个地方方言的字。是吗？天津话听起来很好听。是啊。热情直爽，带劲。对。可是有的时候齿音字过多。什么叫齿音字？这是天津的地方方音。哦。有写字碰一块就分不清了。什么字？三山四市分不清。一二三的三，上唐山的山，这是普通话。那么要说咱天津话，说天津话是一二三的三，上唐山的山。这个呀，只限男同志的说话忙。哦，女同志没有。女同志啊，不然，我们天津的妇女同志啊，那说出话来这个特点表现的是尤其充分。是吗？那刚才我来的时候路过劝业场啊，那门口有两位女同志说话，我一听，呵，这个特点这个明显呢。说什么？张姐，你来干嘛去了？这不是嘛吗？我上劝业场扯了一块腐臭，想做个餐饮儿，结果搁在水里一抽啊，它臭了，我拿手一抻又擦。没说话是这个特点，可是天津时调唱出来就没有这个齿音字，
那您举一个例子。哎，你譬如像这个人家唱的，军民鱼水情啊，词句是头一句唱词有这么四个字，红旗飘飘。您想一想，那个字咱们听起来 接近普通话，但是他在行腔唠腔的时候，那还是天津的地方味儿，是吗？一唱是这样，你来来，红旗飘飘啊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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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是不是？对，哎，特别是里边这个“蛙”字，嗯，要是普通话是“蛙”，对呀、啊，他一唱呢是。哇啊啊啊啊！你看这玩意儿，它非得是天津味儿不可。对，特点。还有河南的地方戏，河南什么？豫剧，河南梆子。哎，那个从说白到唱啊，河南的乡土音那个浓啊。是吗？啊，咱们大家熟悉的有一出是《朝阳沟》哦。电影上常看，哎，像在这个头一场在公园里头，啊，栓宝到这儿来找银环，是啊，哎，老远就瞧见银环了，一打招呼，银环，银环，银环啊，我铁环，铁环干什么呀？哎呀，真的，我看您最好叫双杠。你直目瞪眼的银环，银环，我是银环吗？不，这是那个栓宝在打招呼嘛。啊、哦，接着再一问他，嗯，哎，银环，恁娘批准你了没有？哎呀，就怕你这一手，要走就走，有话就说，你那是哭啥嘞？我多上哭了，横的、哎、这个地方味就那么足哦。还有里边那位说话爽朗、心直口快、待人热情的二大娘，哦，她呢？哎，那个河南味还足啊。是啊。现在城里有些学生，你算是摸不透他那个脾气。你要是让他到咱这儿游山逛景啊，他看见这儿说美极啦，看见那儿说好哩了不得，河南味儿足。对，瞧见银环到朝阳沟来插队落户，嗯，很高兴。再一说话，来，让我看看你跟那个相片上一样不一样。不一样，我都有胡子了。谁说你了？哎，你拽着我要看相片去，你想那能一样的了吗？这是二大娘的说白嘛？啊，向银环表示欢迎，唱了这么几句。怎么唱？早听说你想把山沟进，一心到山沟当农民，俺全村老少都高兴啊！我代表娘们家来欢迎啊！是不是这样？对，哎，这个地方味儿就特足。是啊，所以说河南的地方戏啊，绝对不能唱出山东味儿来。那么这个山东的呢？哎，山东省有个滕县，那儿有一种地方戏曲，叫拉后腔。他唱出什么味儿？嘿，淳朴、活泼、热烈、健康。是，那个线条是比较粗的。你来了，是这样。那个太阳出来，滋味味呀，滋味味的味，我这心情激动，唱起来。除掉了那个四海人心快呀，人人心的快，这个人人心的快呀，咱们全国人民落开怀呀，一呀呼那呼一呀呀。所以说，无论是山东的、山西的、河南、河北和京津两地的地方戏曲，怎么样？我们北方人都能听懂。为什么呢？哎，因为我们熟悉他的方言。对、啊、可是我们要听江南的地方戏、啊、那就比较吃力费解，因为不懂他的话。哎，是吧？所以你要听南方的地方戏、啊、先得懂他的地方方言。对，你像粤剧，呵，
那个苏州好啊，嗯、啊，绍兴戏，哎，绍兴戏，所以唱出来非常好听。是啊，哎，可是唱出来完全都是他当地的地方方言。你看，一唱出来，你像有一出叫《祥林嫂》啊啊，咱们说叫《祥林嫂》，他要说呢，用他的话是《蒋灵嫂》。哎呀，这四个差得太远了。哎，人家再一唱出来啊，蒋灵嫂，你现在陪苏姓传世到关阿京，死京是你第二个丈夫又有啥命，你落了一介大贼命，到将来你到阴司去，那两个死鬼乱人弯腰分，到那时你注意呢啊，语言呢遗忘，只好把你一句两半分。我唱了半天什么词儿不知道。所以你不懂他的方言。哎，听着好听。哎，我要再唱一种南方的地方戏啊，你可能啊，可能是还听不懂。哎，也不见得全不懂是吗？哎，你要听懂了你给大家来解释一下。可以啊，你注意啊，你说我与你是两嘎对。什么词儿？这我听明白了。嗯，你给我四两嘎的头。哎呀，我的天哪，这是什么台词儿啊？这是，我给你四两嘎的头啊！啊，哎，用不了，最多有二两你就齁着了。你就是这么唱的。这是上海话了啊，意思就是说我跟你咱们是两家子，从此一刀两断，谁也不理谁了。他你不是这么唱的呀？可是用他的话就是说两家头哦，他一唱出来呢，我与你四两嘎的，还有四两嘎的头。哎，你所以听这个台词他误会了、啊、就是因为你不懂上海话。对，哎，因此说想要听南方的地方戏先得熟悉方言。啊，是啊，你不懂他的话不要说听地方戏，怎么样，就是你到上海去出差办事都容易出笑话。是吗？哎，解放初期我到过上海啊，就因为不懂人家的话，到饭馆去吃饭就发生误会了。那误会什么？进了饭馆上楼以后坐那儿了，服务员同志很热情啊，问我吃什么。是啊，我一想吃什么、啊、我叫菜叫主食，嗯，好几样，人家再不懂我的话，对，我干脆简便一点，来碗面汤得了，这省事啊。我说同志来个面汤吧、啊、坏了，误会了。这误会什么？人家上海话管洗脸水叫面汤。那这个咱们喝的面汤呢，喝的那个面汤它叫汤面。哦，翻盖儿了。嘿嘿，啊，它是汤米、莱芜米、代代米、阳春米，啊，它叫汤面。我不懂啊。是啊，我说来个面汤吧，服务员同志很热情的、下楼就给我端上来了面汤。我一看不是，洗脸水。哟，来了，告诉我来了。啊，我一瞧，哟，哦，一定是要了面汤还没做得。哦，嗯，这同志先打盆水让我洗一洗，吃饭以前先洗脸嘛。对，讲卫生嘛，是吧？洗吧，洗完了以后等了一会儿，我心里想我这儿怪饿的，怎么这面汤还没做得呀？催一催。我就问他，同志，我那个面汤得了没有？董子崴腰米汤。啊，对对对对，面汤拿来吧。哦，好吧。他也纳闷啊，这人是怎么回事啊？进门不吃饭，怎么净洗脸？这回上楼再端上来，我一瞧麻烦了。怎么？左手端个洗脸盆，右手提一把大开壶。那意思是？意思是说你要再要的话，我省得来回跑了。很不高兴的，哎，来了，我一瞧，嚯，又一盆。要碗面汤还没做得了，把我摁在这儿洗两回啊，我们怎么，我们该死啊。我一说该死又误会了。又怎么了？上海话管开水叫开四。我说我们该死，哎，董子开死有个火。这怎么回事？您看又一盆呢，什么也没吃三盆水。所以说他不懂方言发生误会，
因此说要熟悉了方言，听地方戏那就行了。对，你像苏州的评弹，他呢那唱出来多好听啊，是迂回委婉呢、啊、不亚如流水行云呢、啊、哎，那个好听、啊、您看看，我们要学起来很吃力。怎么？哎，不仅是字音变，而且口型也得变。还变口型？哎，口型不变他那个苏州味儿出不来。是吗？咱们大家熟悉的那个蝶恋花打理书衣，是啊，那、我诗骄阳，嗯，这是咱们的北方话发音。对，人家唱出来字音口型您注意，哎，有很大变化。你来来，我是家阳君雷，好，谁给您叫好了？怎么了？这还要自己叫啊？我不是叫好，我这是起带头作用。您这是自我欣赏啊，这是。杨雷亲呀，实在。从下嘴文心无感，后手语无感，捧出桂花嘴，桂花嘴。哎，我唱了这么半天，怎么大家都不鼓掌啊？哦，这还带要求的，和尚？不，不是要求，这是提醒大家。这您是自我表扬吧？不对，可能是我唱的太好了，大概同志们都听入了神了。哎，所以这个地方音，你看桂花酒的酒字怎么样？口型得变啊。咱们说是桂花酒，是啊，人家他这个字音是。桂花醉，你看这嘴的醉，非得这样才出来它的味儿。是，还有上海的沪戏，啊、那完全是用上海话来唱。你来来，有一出戏叫《白毛女》，杨白劳唱的这么几句。您小心啊，这上海话您能听懂吗？有一部分能懂。行，那就这样，我唱完了，您给大家做个介绍。可以，是这么唱。农林西在谁来顶住、让我把媳儿儿妇养好，是我起了王家扎，是我在文史之上受荫靠。好，喜儿娘，喜儿娘，侬喜特了，喜特了。哎呀，谁多咱听过挺好的白毛女跑出希特勒来了？哎，你那刚说的吗？这是上海话，啊，说喜儿娘你死了，死了，上海话说出来是喜特了。还是喜得了，哎，所以这就是方言的特点。对啊，要是南方的同志听我们北方的地方戏曲怎么样，也是同样的吃力费解。当然，可是听京剧那能听懂。那为什么呢？哎，因为推广普通话了。哦，京剧属于全国性的戏曲嘛。是，哎，都能听懂，因为它是京字京白，京剧不管剧中人是哪儿的人，也不论演员是什么地方的人，怎么样，在舞台上都得道京白。他为什么他叫京剧呢？啊，你像这个有一出戏啊，六号门，啊，这是我们天津的。哎，那是反映天津的装卸工人进行革命斗争的。是啊，啊，这么一出戏，剧中人恐怕绝大多数都是天津人。对，可是舞台上没有一个说天津话的。对，啊。传统戏里边也有天津人。哦，哪出？大闹天宫。哦，里边有个托塔天王李靖。他哪儿的人？那是天津人。
什么地方？古时候他坐镇陈塘关，他那个孩子叫鹅扎闹海呀、啊，就是在金刚桥东边的那个河岔子。他住家呢？住家现在的地名叫北门里小义门口，还够清楚的。哎，那是天津人。是啊，可是舞台上道白怎么样？完全是京白。您小心，你像那个天官一选他，嗯。玉帝有旨，选李靖上天呐。他呢？他这儿一道白，接旨，忽听玉帝宣，上前问根源。臣李靖参见玉帝，将微臣唤来，有何法谕？接着玉帝还得分派任务。是啊，命你带领天兵天将捉拿孙悟空，不得有误。领旨下去了。是啊，完全是京白。哎，他是天津人，他不准说天津话吗？李靖在舞台上说天津话啊，那就变了，不是京剧了，那叫那地方戏了。您小心，你听着，天官一选他，嗯，玉帝有旨，选李靖上天呐。他呢？嗯，好，您再看他，在后面那一道白，哎呀，介子，忽听玉帝选，上千万个元，趁李靖参见玉皇大帝。哎呀，我说你把我叫来有嘛事？我一说这个。玉帝呢还得分派任务。是啊，命你带领天兵天将捉拿孙悟空，不得有误。哎呦，冒玩你了。你是让我拿孙猴去？好嘛，孙猴多了弄的，我打得过他吗？好嘛，哎呀，大帝，你是拿我打岔呀？